哎呦，拉筋，这男友视角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好棒！这种，哎呦，还来，哎呦，哇塞，千万五峰，韩风都来了，哇塞，你看这一个马力，好，邻家女孩来了，什么？哎呦，哇，哇，哇塞，翘臀，翘臀的，是牛奶。对，翘臀是牛奶是豆浆，对啊，优酪乳嘛，来欢迎，欢迎，宇轩，请自我介绍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宇轩 ，OK， 请问您三围是32D2333，哦，什么？张立东不怕电，没有讲啊，这么什么奇怪心理话？奇怪，我怎么听到了？哦 ，OK， 来来，请看写真集。哎呦，可爱的，可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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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吃的是乒乓球还是？没，那是泡泡。哦，好像打乒乓球。谁会在网球场咬乒乓球？含着乒乓球干嘛？因为它吹得太远了，那个乒乓球出身，对不对？来下一个。哎呦，真的开心哦，好开心哦，好浴室，哦，我把水泼在自己身上，我在刷牙，哇，刷牙啦，你的牙在哪？殿下表演刷牙，不行啊，来下一张，啊，厨房了哦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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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嘿嘿嘿，你都是以家居为多哈，居家，家具啊，他说跟家具，那是对的家。家居一起，哎，我这个人是这样，我一旦讲错话，我就要电小弟，就是居家生活比较多一点。你是走可爱邻家路线吗？比较对，阳光清新一点。是，那拍写真的主题为什么要练拳击啊？为什么要练哦？因为我想要拍出比较不一样的感觉。哦，比如说？对，就譬如说，像这次写真，我就是来了，有加入运动风。可是因为卖得太好了，所以现场现在剩两本哦，剩两本，那就哦，这一系列就厉害，哎，这一系列哇，哦吼，穿牛仔裤，哦，牛仔裤的可以，是不是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牛仔裤可以拍这么性感哦？对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健身房是我自己跟摄影师说的，我就说我很想要拍出运动的感觉。是，对，请厉害，请使用，是，请使用。这些灵感都是从哪里来的？自己想。对，就是我在拍筹备的期间，我有一直上网找图，就是找自己想要拍的感觉。这个就是用心哦。9月18号是去年啊？今年。现在就已经卖完了。哎啊！9月18号才出就卖完了，预购就是自己预购就已经那个啦，对，我就不愿意再二刷吗？嗯，还要再问出版社哦，卖光光哎，好厉害！我跟你讲，各位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紧张啊？怎么 ？VCR 哦。哎呦，拉筋，这男友视角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好棒。揍你哦，笨蛋！你用配音吗？你可以当女生的声音配吗？是你准备的。哎呀，露出来！耶！是的，他那个情境都营造的蛮好。对啊，就是仿佛就是他是你的。对，因为我的书名，女朋友跟你做了一系列的事情。对，因为我的书名是天天和你在一起，就像男朋友一样，对，对，天天和你在一起，横拼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好有意境啊！对，那请问一下，哎，他这次写真集是为了粉丝设计的哦？什么意思？怎么说？就是说，譬如说，粉丝有时候会留言，就譬如说我在 po 我在健身房的照片，他们就说你到底在哪里运动啊？我好想遇到你哦，之类，或者是譬如说我喜欢喝牛奶，他们就说你喝牛奶的样子好可爱，我很想喂你喝之类。那有没有问你现在在哪里泡温泉？好想遇到，好想跟你泡。倒是没有。你家到底在哪里？好可惜。你家？你觉得你睡哪里？好想。他的频道好像追星之类的，是。
你正职是啦啦队的副队长啊？对。对。哪一队？哪一队？拉米格。拉米格。大家好。哎，拉米格。要不要来现场跳一段什么？好啊。哎呦。来来来。哇，青春洋溢。青春洋溢，青春洋溢。哇塞。哎呦。哇。厉害厉害。哇，这个。千万五峰，寒风就来了，哇塞！你看这一个马力，变变，哇！掌声！厉害厉害，好厉害，很厉害很厉害，舞棍。不过我跟你讲，就是各位粉丝，你们喜欢他们 OK， 但是千万不要做一些恐怖的事情，比如说跑到你家楼下这就骚扰哦，有这样子的，嗯，因为他是我有粉专，然后他就去我的粉专留言，那很好啊，没有他留得很奇怪，如果留言在粉专还好。没有，他私讯我，他写什么？他私讯我，然后问我一个晚上的价钱。哎呦，哎哎，张立东有做，没有啦，我们是啦啦队的薪水，就是一个晚上。我说你一个晚上多少钱？我一个晚上什么意思？就是那个意思。真的，他是这样哦。对，然后因为我看到那种留言，我都不会回应。对啊。我就把它删掉了。对啊。结果隔一天，我就是回家的时候，就有个。我正要进家门，然后就有个男的，就是拍我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什么事？他就赶快塞一个纸条给我，然后骑摩托车木骑走这样。然后我就打开看那个纸条，是跟昨天问的问题一样，就是对，这也太恐怖了，他知道我家在哪，知道你在哪里，对我超害怕，太可怕了。后来搬家了没有？还没。那你有没有报警还是怎么样？我没有报警，我那时候还想说，就是那几天我都回家，我都找人陪我。你要不要搬到球队宿舍好一点？啊，球队宿舍？球队宿舍不可以。没有，你就是球员呢。不是，给他们弄一个宿舍，对不对？其实你们应该一起管理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哇，立冬啊！立冬要啊！哇！不是不是，我看了，我都找我的篮球。我要放蓝奖，对，柔软摸摸乐，这是什么题目？是摸柔软摸呀，不是比柔软，然后摸到色块，哦，比那个柔软度啦，好不好？了解。